请，林正，经理，大家午安，请坐。 第十遍，啊，甲注意同学，我讲这个 mother tongue 吼，爸母话恁听有无？台湾话，恁遐想得安怎样？有够无？啊，无试听看卖好。我台湾话是上标准的吼，啊，因为我捌伫这阿扁啊执政的时代，捌伫教育部做本土教育委员，迄个时负责。 有政治十五关系，啊，指导教育局提供这个母语。当然，这个母语，这个 mother tongue 除了以外，客话十三种原住民的话，包括哦，基督徒、包括马祖、天干关福州话，哦，那包括在，这个是 mother tongue 这个母语。啊，因为我的时间是讲宗教，我本身目前也伫这个中央大学、长荣大学。 台湾研究所做啊 ，visiting professor 客座教授，我唔捌教过安那graduate先，但无拢教研究生，所以我学生拢是较侪，啊研究生较侪，但不要紧。啊，其他伫这个东欧大学，诶政治研究所，已经无执政的做主任，即马无啊，啊伊遐有一个讲着宗教甲政治的课程，一定有高点钱。 也上课，台北也大学讲的这个 hospice care， 就是这个安宁疗法也捌也上课啊，所以希望现在你有足侪，不超出这个以外，要不真无闲啊，伫大学研究所咧教书。那真欢喜，甲恁咱遮少年朋友做伙啊，啊，咱手中有一篇文章，这是哦，真侪年前写的，但不要紧，咱会当搁再看。 至少差不多有通过修改，上一整下，那为着咱大专学生来写一篇文章。咱知影宗教有影响政治人的政治态度阿无？有。不过，大先爱互恁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就是宗教足多元。啊，我简单做一个世界宗教的分类，譬如讲。 宗教有这个 world religions 哈，世界之宗教，一般互人肯定讲是颇受影响的宗教有三个，第一个就是基督教，但是咱直接讲的基督教吼，从天主教排除，所以吼有人将这个基督教的名字就作怪作怪的使用，故这对中间年代是用叫做 Christian religion 基督宗教。 其实基督宗教唔是学术的名，唔是宗教术的名，啊，应该叫做 Christianity， 这是一个学术的名。但是 Christianity 这是世界性的宗教，有三大组织。第一大组织第一强的就是意大利的这个 Vatican City， 那个梵蒂冈啊
已经全世界已经到上少两千几个新妇甲收入，特别做一个，吼啊啊，土地一个比赛大，都无一个我所住迄个八里乡的会大嘞，啊，安做一个，但是影响到不得了哦，啊，咱个叫做天主教，啊，罗马大公教会是一个天基督教上大的传统，伊的人口至少十几亿，过来第二大。就是叫做 Protestant Church， 也是讲 Reformed Church， 归正教会也是改革教会。啊，你知影，你著读到先有历史，伫这个我讲的用麦克风，做保存，我来讲到这里。啊，你知影读先有史，先有史内面十六世纪有一个宗教改革，改革者伊名叫做 Martin Luther， 基督人，啊，英文叫做 Reformation。啊，这是用英国的大写，宗教改革，这影响有够大。这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出来，然后有做一个大派。所以现在恁所看见基督教会、浸信会啊，什么足侪乱七八糟的教团，大部分拢属于这个系统，因为伊无一个无中央集权一个中心。哦、啊，这个叫做 Protestant Church， 控制主义其实是咧基督教会、归正教会，这第二个传统。伊个信徒有哪超过八亿以上，比较比较少，但是有哪是非常古早教会，你捌听个叫做啊叫做东方正统教会，即卖已经来台湾哦，吼因为台湾人吼足厉害，即个生理人吼有去带真济啊，即个东欧个人吼，捷克里巴布里啦，斯拉夫诶某，啊甲即个 Russia 苏联某。啊，所以这人拢信东方正教，即嘛，伫这个新店，有哪有一间即款东正教会？啊，迄个牧师甲伊助手捌来找我，啊，东方正教有一个牧师伫遐，人数足少，拢是这外籍新娘啦。所以这个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东方正统教会，伊是世界第三大的基督教的教会。所以基督徒伫即个六十几亿全世界人口中间，伊至少占23%。哦，即第一个叫做 World Religion 上大诶。第二个，咱袂记哦，第二个教团就是 Islam， 那个叫做回教。哦，回教人口有哪十几亿个？但是回教全世界，回教你唔通讲回教用笑死，迄个学术诶名叫做 Islam 啊，伊斯兰教。回教是跟华人甲你咧讲的，回教徒叫做穆斯林，这个概念你也会记了哦。这全世界闹11亿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穆斯林哦，所以这个穆斯林的文嘛，的 community 伊的这个共同体叫做文嘛，伊的文嘛，有这个伊斯兰教的国家的这个文嘛，哦，因为文嘛，因为那个 community 的团结是非常非常团结。全世界，伫将近200个国家中间有42个，所以你袂使欺负这个巴勒斯坦人啊！哦，这恐怖主义、奥斯曼兵的人，拢甲这个有关系啊，真强。所以伊斯兰是世界性的宗教，但是伊出现真早，哎，无真早，伫公元第七世纪才有这个伊斯兰的出现。你研究这个历史中知啊。过来，第三个是佛教，叫做 Buddhism。来，我讲伊斯兰是一个哦。伊斯兰有三大派，伊都搞三大系统 ：Roman Catholic Church、Protestant Church， 再来就是 Eastern Orthodox Church。诶，伊斯兰有那三大派哦。第一大就是 Saudi Arabia， 因为叫做逊尼哦，逊尼的系统，逊尼派。第二个就是伊朗的系统，叫做西亚，那个叫做什叶派。第三个嘞，土耳其叫阿啥 ？Sufism。即有哪会神秘主义诶？所以一个大宗教内面有真侪无同款诶派别，伫每一个派别内面，佫足侪派别。啊，后来第三个世界性宗教就是佛教。佛教英文的名叫做 Buddhism， 但是吼佛教非常非常复杂。佛教分做南传、北传、藏传。我最近安尼，因为有一个学员吼。啊，来遮出家众的款，吼、哦，来遮，我咧搁咧俄罗斯个达赖喇嘛，等于到第寄一大堆咧反对达赖喇嘛的文献给我，啊，我感觉吼，研究宗教的人吼，胸怀啊较大，啊，
因为有有影总团不够，有去讨去讨这个无上瑜伽吼，无上瑜伽吼，这款的修道法。但是这袂当我煞一个宗教，伫历史上存在遐尼久的事实。啊，所以佛教分作南传，南传是上正统。啊，南传的分布是斯里兰卡，啊，咱咧食这西隆蒂，啊，就西兰的茶，伊的经典上正统，巴利文的经典，啊，巴利文。所以佛教的经典乱称称，上正统的经典叫做阿伽玛苏特拉、阿含经，你捌听过？阿伽玛苏特拉，阵个迄拢学袂讲。上正统上接近释迦牟尼的思想，所以巴利文的佛经上正统。啊，斯里兰卡过来泰国，像也是泰兰，这个也是南传佛教的中心过来 Burma， 足独裁一个缅甸，即马改名叫做 Myanmar， 不用 Burma， Myanmar 一个叫做 Myanmar， 啊，不要叫 Myanmar 就 Myanmar。后来北传佛教的中国、台湾、西藏、日本。韩国这属于北传佛教，北传佛教啊，中国回向自称做大乘佛教，啊，从南传佛教叫做小乘佛教，哦，这小乘佛教吼，有气甲袂死，啊，我吼，我是真 open mind 的人，我也捌伫这个圣严法师，恁知影，中华佛学研究所伫新北头遐，我拢伫遐教这个宗教书，哦，用咱接来过，教宗教书。内面诶，即个学生有诶对南传佛教诶人派来，越吼，像讲即个对越南嘛有，越南嘛也有吼，泰国也有。那讲着小乘佛教，哦，气甲要死。阮是上座部佛教，阮是提拉巴达佛教，阮毋是，是那样的佛教。所以即中国和尚讲，警惕讲是小乘者对。咱将来有研究佛学诶人，即点爱注意。伊是上座部佛教，丢落部佛教，上正统。后来啊，这个大乘佛教伊系统，伊用诶印度的文字叫做梵文 （Sanskrit）。梵文，大乘佛教诶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伫倒落，伫日本。所以日本的佛学非常非常的进步。在台湾所有和尚拢去日本留学的，包括圣严法师、地藏博信，诶，这个博沙威日本留学的。所以日本的这个大乘佛教是全世界研究大乘的中心，吼，这先说予恁一个普通的常识。大乘佛教，啊，中国为修传统，现在所用的佛经的基础，大乘新修大乘经，大乘是日本皇帝名嘛，要搁用迄部，啊，甲淡薄扩大，伊干来要念经的尔吼，啊，真 speculative 吼，哦，唔是安尼，虽然讲研究佛经，但是迄种是较正统。所以大乘新修大乘经，伊个总编辑则是由德国甲由英国，叫做塔卡图斯 ，Doctor 塔卡图斯，一个博士，个人博士，伊个名叫做个人史书咯。我现在从伊个名讲互恁听，我就不能作者即个佛教大师哦，来说是得到到史书记，莲木大尊，伊是神宗的即个学者，啊，毛迄个木川太贤，日本的佛教研究比中国对人袂对。拢真合适性。后来，还阁一个中团佛教，这个中团佛教已经有来到台湾，但是中团佛教我本身唔是真清楚，唔敢讲研究真彻底。但是中团佛教有五派，上大就是为着因个民族奋斗，啊，唔惊死就达赖喇嘛。所以达赖喇嘛安尼，我看到一个文献人来，我讲寺庙会讲咩？即款个佛教徒吼，有哪会落地狱啊？会阁进入轮回？啊，所以唔通安尼讲咩？哦，即个中通佛教咱存在千多年久的时间，哦，近千年，咱的确有伊的即个中通佛教拢总有五派，啊，伊属于密宗，啊，密宗本身嘛有五派。我先来甲恁讲，密宗的第一派，中国佛教，